那么今天啊，给大家带来这个没有玩过 MOBA 游戏的 Nob 的疯狂萌新超级菜鸡是怎么玩 MOBA 游戏的。那么如视频所示啊，这个人他是第一次玩 MOBA， 第一次玩 MOBA 是怎么玩的？你看他现在操作呢非常的不敏捷，他的鼠标甚至都不知道移到什么地方去，他还移到了地图外面，这就非常的奇怪这件事情。他现在仿佛在四处观看哦，原因是他的英雄还没有到，他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。而且他的技能，大家看技能上明明是有这个键盘位置的，他却非要有的时候用鼠标去点，这简直是怎么有快捷键能不用呢？是不是？你看现在这个战况非常的奇怪，他甚至不知道怎么 A 塔。遇到小兵居然跑了，哦，他是想放大招，起码他也知道放大招嘛。遇到冲进了敌群去 A， 被 死了，哎，漂亮。那为什么说漂亮呢？因为啊，这个萌新必须要多死才能有这个经验，对吧？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啊。如果他不经历如此多次的死亡，浴火重生，怎么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呢？对不对？现在这个还是在重生阶段啊，我们来看看他在干嘛。他又在把鼠标移来移去，移到了上面，哎，他复活了。看见他旁边有个挂机的队友，好像这个队友好久好久都没有动了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他的外表是个小男孩，哎，他发现了一个东西，叫装备商人。他回到了这个城，他想买什么呢？我们看一看他在浏览这个界面，他肯定不知道这是什么。你看挑了个能买的最贵的就买了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肯定是萌新啊，对不对？那个队友还在挂机啊，这时候队友居然没有把他踢了，真是令人这个惊讶。而且他每次都走这个主路啊，他从来也不走两边，而且每次都要去推塔，这是头比较铁呢，还是比较天真呢？你看他现在还是零击杀哦，因为他就在推塔推不过，被别人一直打死。哎呀，无视了别的任何的路径，只知道往前走。大家看到这个左边有块广告牌，上面写着旺旺旺。然后他又放了这招，看来他应该很喜欢这招啊。这招打死一个小兵啊，爆了点金币，这个声音听起来还是不错的。用了个大招，可惜这个操作太不敏捷了，被防御塔给打掉了。大把玩血，然后放了一个不明所以的技能，哎，他被一个英雄追着打了，他能否逃脱呢？哎，他逃了。那么现在这边两个队友上去了，然后他又在后面绕来绕去，因为呢不知道这个队友没有奶妈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回血，就算有奶妈呢，他也不知道谁是奶妈。但是为什么有奶妈没有来加血呢？很奇怪，他们现在的 A 塔，哎，防御塔摧毁了，敌方这个情况很不妙。你看，我们这边呢有一个这个超级萌新超级菜鸡，哎，他又死了。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这边有一个 No， 那为什么再有一个这种？哎，大家看他居然有两个击杀了，他是什么时候杀了这两个人？对方的平均水平，大部分人也就是两个击杀。这个人为什么第一次玩就能取得如此的成绩呢？真是令人惊讶。这段时间一直没有什么话说，因为他也没有干什么。哎，重生了。OK， 这个队友还在挂机啊，还没有被踢掉，他又来买东西了。哎，这次他更不知道买什么。你看他根本就一脸懵逼，直接开启了一个智能购买，唰唰唰唰唰，拿到了三个装备啊，靴子、盾和这个剑本来已经有了，然后基地出兵了，他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人已经神一般了，但这位萌新呢非常的羡慕这个神一般的称号，因为他一共也就杀了两个人，更别谈连杀了。现在我们队友已经攻到了敌人大门口，拥有至少三个人在那里，一直很疑惑这个地图中间插的剑是干嘛用的啊，不管了。大杀特杀，可以看到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跑路上，哎，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哦。
现在这边比较混乱，现在这边有五个人都在这里，哎，敌方有三个人，他又放这个招，他又放，哎，他怎么一直都不放，他怎么一直都不放，他就忘了键位了，是吧？哎呀，连键位都能忘，真的是，我要疯了，真的太气人了，这个看着。这个跳舞板是什么东西，他估计也不知道啊。现在他们又想 A 这个塔，他又放这个招，哎，这个招看着挺帅，但是伤害不是很高啊。这些队友都在风骚的走位，你看到我的萌新也在学习如何走位，但是学习的非常的笨拙，还白放了一个技能，不知道在干嘛，开莲花也是服了。哎，有三个四个敌人一起上来了，两个瞬间被秒。哎，他跑了，哦，他又回来，他又想放这个招。哎，我们直接把对方团灭，很棒。虽然我们的萌新打不出什么非常高的伤害啊，但是起码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，不是纯粹是个拖油瓶啊，是一个能装油的拖油瓶。虽然能装油的拖油瓶比较重，但是它起码在你没有油的时候能给你供上一点。你看它又冲入敌群，哎，它又出来了，它放了个不明所以的一个红色的剑阵。哎，他把一个敌人打到残血，那个敌人跑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刚才应该直接一个技能上去的，他根本就不知道键位。现在这边比较危急啊，现在他们敌人追着比较危急。哎呦，好险啊！但是最后还是死啊。再一次出现死亡回放，这是我们萌新在这场游戏见到最多的四个字了，死亡回放。在死亡回放的这个期间呢，我方节节败退啊，可以说是。然后这个队友还在挂机啊，这个队友还在挂机，真是太想踢了。这一局就充满了气人的人，有挂机的队友，有不给力不平衡的敌人，有什么都不会的萌新。他又找了装备商人了，又智能购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哎，可能又买了一个什么呢，买了一个生命结晶啊，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呢？加生命的呗，显而易见。现在他每次出去的时候遇上出兵的时候，可以说这个人死得太经常，和小兵一样，是吧？小兵死一波他也死一波，哎，于是每一次都是伴着小兵出去，还搞得很有仗势，每一次和小兵一块死，哎，他们现在已经攻上了敌方的城。又放这个东西了，看到一把大剑，50米大的，把我的50米大刀拿来。我们的萌新甚至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啊，刚才哎，找了一番，发现自己还没有到，哎，这就很尴尬了。他肯定觉得这个游戏里人走路太慢了，应该增加冲刺动作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在 A 塔，哎，他总算学会 A 塔了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游戏一开始的时候连 A 塔都不会，还玩什么 MOBA， 对不对？但是他现在懂得看敌人的布阵情况来放技能，但是现在这个人在哪里呢？哦，他在等待技能成熟，然后来放一波，漂亮，收走三个小兵的性命。这边几个敌方英雄也招不住了，他现在 A 敌方英雄，但是被抢了人头。这个他能否夺命呢？又被抢了人头，哎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可以看到现在的阵地已经移到了兵营，后方出来了几个小兵和这个英雄，他上去 A 这个英雄能不能 A 死呢？ A 这个英雄敌人团灭，但是好像不是被他杀了，又是被抢了人头。他们现在的 A 兵营，自从他学会打建筑以后呢，这个人的档次，这个人的有用武之地啊，就上升了一层，是吧？他又发了一个技能，这个技能发的挺好啊，说实话。但是他貌似只会用这个技能，你看这个红色技能就不太清楚什么意思。哎，他击杀了一个人，他又击杀了一个人，这应该是他第三个击杀的人，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。萌新已经从一个一上游戏一直在死，除了死亡回放什么都看不见的，变成了一个起码可以，哎，他现在那么追杀，他现在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啊，他后面队友在拖慢这个人，他成功的逃了回来，但是没有奶妈，就非常的尴尬。
刚才说到哪里，他从一个一上游戏成天就看到死亡回放的人，起码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击杀敌人、会基本操作的、能多装一些油的能装油的拖油瓶。那么现在咸鱼虽然没有翻身，但是成为了没有撒盐的鱼，起码是条鱼，但还是鱼干。现在又在 A 塔，哎，那血不多了，我们这一队也不知道有没有奶妈。奶妈是不是那个站在那里挂机的人呢？也不知道，因为有奶妈的话应该给大家补一补血嘛。还是这位萌新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补血的地方、补血的圈儿，有可能。刚才他又看了一眼战绩，看来很在意自己的表现啊，还是怀着一个团队精神的菜鸡，虽然他打不好，但是他依然是吧，很在意我们团队的表现，真是令人感动。然后这个不像那个挂机的人还在那里挂机，这个游戏难道没有自动踢出机制吗？真的很奇怪哎。又复活了，于是又从中路，走，走啊走啊走啊，又要走半天了。这一段时间呢，也没有什么话好说。其实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队友的表现。那么队友其实已经攻进了很深处啊，这边正在产生大混战，小兵在打右边的这个兵营，然后中间在进行小兵英雄，我方小兵，敌方小兵，敌方英雄，我方英雄的混战，敌人又团灭了。你看到敌方非常的不给力，他们的比分已经是114-23，这简直比世界杯的实力还悬殊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的韩国队和德国，不，我们的这个蓝队和红队，他这个技能不知道发到友军身上还是发到敌军身上了，估计萌新根本就没有分清。他抓到一个敌方英雄就想 A 他。他站在敌营中间不动，不知道他在干嘛，是不是 一时间乱了阵脚？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放出了什么技能，为什么身体的四周会有聚光灯在这个闪烁啊？可以看到有个人扑街了，是一个白头发的，不知道谁，反正他扑街了。你看他这边小兵非常疯哦，非常的那个勇猛啊，又是一轮大混战，他想再到远处发这招，你看我猜对了，又到远处发这招，这个地方发的还行啊。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害，又放了这个不明所以的这一招，这两个人围攻了，能否脱身呢？队友帮他解决了一个敌人，现在他又往回撤了，还要 A 这个塔看来，在疯狂 A 塔，他起码已经知道自己，如果敌人打不过的话，就可以帮忙去 A 塔，对吧？他现在被围攻了，他能否脱身呢？现在被两个敌人打的，这个队友把两个敌人截下了，他也逃过了这个敌方放了一个大技能大招，他又上去 A 人了，被控制，刚才已经解除了。哇，这一轮被他活了下来啊！为什么以前这种状况他绝对活不下来了？以前他直接铁头娃、无脑撞、钢铁侠六号战甲，简直就是，不是钢铁侠纳米型战甲。他只有一死血了，能否存活下来呢？他还被他跑了，因为那个想追击他的敌人又被截击了，又放了这个招，很好的援助了队友的操作。你看到现在已经128-25了，比赛进行了第26分钟，这位萌新呢，从一个彻头彻尾什么也不懂的靶子，已经变成了一个，他又被追了，大家就喜欢追萌新，看我们大佬就喜欢欺负，他突然停住了，不知道他想干嘛，是不是操作不太灵敏？这个很惨哦，被追了，估计逃不了，果然死。但是他看到死亡回放这四个字的频率已经越来越慢了，大家是不是这么觉得？然后呢，这个敌方已经大势已去，夕阳西下了，因为他们的夕阳红战法。连拥有一个第一次玩 MOBA 的这个队伍都打不过，是不是太惨？但是敌方的这个小兵开始反扑，但我们那边有5个英雄都在那里，估计能抵挡住他们小兵的进攻。这个挂机的人士还在这里站着，然后我们又来等待重生。向胜利进军 ，Shut down。
是不是最怕天气空气突然安静，不是天气突然安静，那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因为这个人也没有移动视角啊。难道我们一直在说那个挂机的队友吗？那挂机的队友实在没有什么可说。哎呀，成功了，没想到这个萌新第一把就拿下了胜利，让我们祝贺他。